再来，菩萨住于此，进修于此地。哦，初地呢是个开始。对初法身、初地菩萨而言呢，下一个目标就是呢，能够修正到实地，圆修实度。然后呢，一直呢修正到实地。所以呢，菩萨住于此，从初地开始呢，下一个目标就修正到实地了。菩萨住于此，进修于实地。修行呢是个乐趣的时候，就像你发生了你产生了某一样事物的兴趣，一阶一阶的，你就很自然的，想往上更进阶一样。所作无障碍，具足不断绝啊！他从这里开始呢，从初法身以后，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业力。无障碍啊！一路所修的呢，所行的都不会有业力的产生了。
具足了怎么样佛性显现的圆满，具足呢不断绝。我们知道入法性了，出法身之后，住大自在佛性了，大自在自性佛位开始了。我住大自在自性法身了之后呢，就没有造业的问题，那是出于三界之外了。所以所作无障碍，具足不断绝。譬如大商主了，为利益诸众商啊，那就举例了。譬如呢？大商族，大企业的老板，为了帮助呢下游厂商，为利益诸众商，问之道显义啊。安隐智大臣啊，他带了很多的商队，在这过程里面，要把货呢运到了另外一个城镇去卖。那个路途之中，艰难险阻的地方都先了解了啊，把它避开。就像二代祖师常说的，修行次第，成就者走过来了，如长江过长江三峡啊，这里险交处处，这个老舵主老船长呢就知道，在这里呢要打右两个舵啊，那边呢打左三个舵，这一切呢就自然明白，就可以避过种种险滩呢、避过种种的险交啊，平安到达。问之道显义啊，知道这沿途上。沿途上呢，哪地方是危险的，哪地方呢是可以安隐通过了，带领大家呢安隐至大城。菩萨住在初地的时候，因之亦如是。菩萨住初地的时候，因是亦如是，勇猛无障碍，到于第十地。从初地开始呢，有一路上就了解了，自己呢怎么样子呢？二地、三地啊，五地、八地、十地啊，一路穿越过去，达到了十地啊。这中间呢，会什么艰难险阻啦？什么样子呢？是啊，法行正道啊，怎么样子呢？可以避开啊，自然然的，也是为这样的，勇猛无障碍啊，到于第十地。住此初地中，做大功德王啊！
所以呢，曾经呢跟大家也提到过，我们的命呢，我们的运气呢非常之好，为什么呢？因为从妙空祖师就已经告诉我们，传下来60年之后，我们当代呢，在我们这一代哈，跟大家呢，在佛圣中的祖师庙，然后乃至于呢，到圣净土、圣观音。这凡是这中间呢，有所任何参与者，在此法统传承呢，不退不转，一辈子呢，都咬着牙死窝着的，这个都怎么样，都是相应于呢做大功德王的法轮，这个不用我们自己去呢参悟啊、寻找啊、想尽办法啦、啊，知道要做什么，才是可以吻合于大功德王，而是由妙空祖师呢。对于现在来讲的话，已经是80年了，80几年前了，就已经呢受记下来。20几年前我们就盖了祖师庙，之后呢20年前呢就圣净土，不用自己想尽办法去想怎么样子才叫大功德王，怎么样才能够吻合出地，怎么样才吻合了法身建立的基础，而是由老祖师呢转成二代祖师呢再怎么样法统传承给我们。单单是省掉这些事，就是个不得了的大事啊！各位，单单省掉这个呢，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吻合？那就是一个不得了的一大事因缘。所以我常常才跟大家提到，我们的命真的很好，那是老祖师授记的，二代祖师传承的，就是我们来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既然就可以吻合经典上面的这一切，但是凭你个人去怎么参悟，怎么想，就算你想的事情很棒啊。不吻合于呢实力因缘，也还是不对，也还是不对，完全切合密合一切因缘时空统一法统传承，首印劫大夏祈转即为大自在王如来，时空统一法轮常转，一法印要完全吻合到，一法印最高的印就是师，师就是最高的印，总持了祖师，妙空祖师、圆老祖师菩萨。总持到这一法印里面，你又能做到手印一结，手印一结收印于心，心印交换，做到呢？你跟呢二代祖师跟老祖师呢合为一，能够做到呢吻合于呢佛性大自在王佛手印结当下即转即为大自在王如来，就是跟佛性呢合二为一，能够做到时空统一，能够做到法轮常转。请问你怎么参悟？你要怎么参悟？难呢、啊，真的很难呢、啊。但是导师如果不是二代祖师跟我讲的话，我常在想，如果是凭我自己之力要去参悟到要盖祖师庙、要圣净土、要圣观音，圣观音为娑婆世界这一代人类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但是要参悟这些，我都觉得以我的智力、以我的成就了、以我的般若，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我可能参悟不了。所以单凭的这件事情。做此一德，能具足圆满呢、啊？这个法身呢、啊，一直到成佛之间一切的理路，想一想，真是惊心动魄。为什么？如果当年二代祖师呢？如果当年的老祖师呢，没有方便我们呢、啊？他给我们方便度嘛、愿度嘛、力度嘛、制度嘛。我们就要从了解前面了、啊，慈悲了、啊。从布施了、持戒了、忍辱了、精进了、禅定了、智慧，80几年前老祖师跟二代祖师开口讲的时候，他就打算是怎么样，以他最高智慧的制度呢，方便这么一说，60年后我们开始来做，那我们呢听闻了以后有没有要做，能不能相应这个愿度，在这做的过程里面，就算背极艰辛，这个力度有没有怎么样突破超越一切三界内乃至娑婆世界所众生的无明障碍，能不能做得到？做得到，吻合了回去呢？老祖师的制度是功用，这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那整个法门呢，整个心法它很微妙，每个人内心里面呢是要自己再重新体会一下。最高的印呢就是师，一法印，手印一结的意思是你跟佛性相应的当下即转即为大自在王。跟佛性要相应是做什么事？要做到时空统一、法轮常转。如果没有法统传承呢，
啊，受记印证你未来当以什么样子成就，未来当做哪一个德。我请问你，你的时空统一法轮常转要跟什么东西转呢？你没有东西转啊，你没有东西转啊，你不晓得要转什么。所以呢，有这个法轮才能跟我们讲要行哪一个德。绅士凭这一句话，把上品华严的精髓啊，哦，一大秘密法门呢，啊，就传授给我们。所以对我们来讲啊，可能只是要去劳力做这件事情，花心力去做这件事情，背后如此庞大不可思议的佛法传承呢，没有用心去想透，没有用心呢去体会，所以就可惜了。常跟各位讲，既修佛圣大法，就不要可惜了自己的佛性。住此初地中做大功德王啊，以法化众生，慈心无损害。这以法化众生，慈心无损害怎么样呢？蓝拳可以斩猫，慈心并无损害了。以法化众生啊，这是核心啊。慈心无损害，以法化众生的过程里面，各种方便度的运用，它的核心的慈悲呢，没有任何的受到任何的破坏。统领阎浮帝啊，化行米不及，阎浮帝啊，就三界了。二代祖师说的。初法身呢，就称为摩诃，摩菩提萨埵，摩菩提萨埵呢，就初法身的菩萨。初法身的菩萨呢，可以成为呢任何一世界的法王，就这世界有很多初法身呢，也都 OK 啊，大家都是法王。统领阎浮帝，化行迷不及啊，度化众生呢，没有呢，你做到的。所以我们讲的，为自己消业，为一切亲友消业，乃是为十方众生消业，这就是化行迷不及，没有一个呢，没去做到的。接念助大舍，成就佛智慧。刚刚经典里面讲的，能舍就是无我的第一步。接念助大舍，成就佛智慧。因舍而空，因空而无我，因无我而妙有，妙有而生什么？佛性本来，自性本来而知佛之智慧啊。就称为空中妙有，空中不空啊。欲求最圣道，你的目标，你的目的是什么？核心思想是什么？菩萨的核心思想了，欲求最圣道了，成佛了，佛圣了。舍己国王位，就算是王位都可以怎么样？不要了。所以自古以来呢，有那么多大成就者，
都不要当国王。达摩也是啊。经典里面很多世界大成就者都是。能于佛教中勇猛勤修习啊，哦，世间的一切，就算最高的权力是王啊，也可以不要。能于佛教中勇猛勤修习，如此呢，住在自己的大自在啊法身之中，成就呢有非猛途径呢，能得百三昧，即见百诸佛。这是最基本的。震动百世界，光照行义耳。他自己修行的这个自信光呢，能够遍及呢最少100个世界。震动百世界，啊，我们讲过法身一动，法界六种震动啊。这震动的意思，事实上是帮众生的清净消业，加持呢，令他呢明了心性，震动百世界。光照行义耳，他自己的自信光啊，乃至于呢加持呢，这整个法界，最少呢，对100个法界，哦，可以如是做到，化白土众生入于白法门呢。白土呢，是个白世界的。虽然呢，出地的时候啊，100化身呢，百三昧啦，百佛啦，但是那个是最基本的。经典在描述的时候有说到啊，这是最基本，然后呢，可以广告到无边无量。能知百劫事，示现于百身。它是100倍、100倍的哦增加，啊，到了这是102地的时候，最少就100×100，就10000；3地的时候就100×100×100，就最少100万。能知百劫事。示现于百身，最少呢会到100世界呢，同时弘法，同时教化众生，即现百菩萨，以为其眷属。二代祖师说的，
这一生呢、啊，在娑婆世界，就训练100个菩萨就好，不要多，以为其见数。所以他这个禅意啊，他留下来的一个非常微妙的法门呢、啊，后面所修啊，成就啊，次第啊，应该在别的平行世界，或是呢，在另外别的，这个再说吧。若自在愿力，过世数无量。就前面讲的，100是最基本的。但是呢，其实呢，可以千千万万过世数无量，可以比百呢多了百倍、千倍、万倍、十万倍、亿倍哈。我于地狱中略续其少分，刚刚丈夫就说啊，这初地呢，我就是这么少少的讲一点而已。对于初地呢，我稍微呢就这么描述。若欲广分别，一劫不能尽啊！对于初地菩萨，各式各样的初地菩萨，各种各样的因缘什么等等的话，如果真是要说的话，若欲广分别啊，初地也有种种不同啊。我们初地又不是只有一个样子。所以你就看到禅宗里面，同时有那么多大成就者。每一个也都不同。若欲广分别，一劫不能尽。你看禅宗在同一个时期，古代的禅宗在同一个时期啊，那么多的成就者，每一个弘法的方式、因缘的方式，都大大之不同。菩萨最圣道，利益诸群生、啊、菩萨最大最大的所行的道法是什么呢？就是帮助众生呢、啊，就是这样。菩萨干什么的呢？给众生欺负的。菩萨干什么的呢？被欺负的时候，还是咬着牙，还是要欢喜心来帮助众生。菩萨最圣道呢，利益诸群生。如是初地法，我今已说尽啊。初地呢，就是这个样子。如是初地法。我今已说尽啊，我初地呢就是这个样子。好了，我们终于把实地品呢、初地品呢啊给抄完了。然后呢，等一下跟总教师讨论一下呢，再看看啊，可能会开一个法，等一下在通报上面啊，大家再看吧。
今天呢，我们终于圆满了。无论如何，在此因缘之下 ，COVID-19 的因缘之下，我们干了蛮多的事情啊。从《金刚经》呢，讲《金刚经》呢，问题解答了，抄《金刚经》啊，《心经》啊，《法华经》啊，然后呢，到这个实地品，这一两个月吧，是不是？这一两个月下来，因此因缘，我们在平行世界上面，在网络世界上面也做了很多呢。本来在现实世界里面呢，一路上课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因缘很微妙。就是有这个 COVID-19， 然后再加上呢，刚好有网络啊、网际啊这些的系统，所以我们才可以呢，在法轮转动上面呢，可以精进不错。今天呢，圆满。师弟品的初地啊，抄完了，下回呢，咱们就开始再来抄二地了。然后等一下跟总教师讨论完了以后，看看那个通报怎么公布了，再跟大家讲。好了 ，OK， 拜。